早。早。哎，你坐那儿干嘛呀？坐这儿啊，先到先得。赶紧坐过来。这个电脑也可以用吗？可以啊，这是咱公用的。以后喝酒前先吃这个，别那么傻实在。看你那张宿醉的肿脸。我现在是知道你为什么要早来早走了。哎呀，昨天的阵仗算什么呀？咱们在这儿工作能遇到什么人？你期待着吧。啊，谢谢啊。是他主动说的。说加个微信方便报修什么的，我怎么拒绝呀？如果拒绝不是更有问题吗？不过你放心，你看，这个是我的号，这个是公司配的号。不明白你想干什么？我没说什么呀。哭什么？那天晚上在酒店，是我的第一次。我大学的时候谈过男朋友，但是我都没给他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没跟你说，就是不想让你因为这个有负担。这都什么年代？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他们说的什么，这是女人唯一的资本。好了，我会尽快离开这个工作。徐总好。徐总好。徐总。严厂长那边又催了，说烟花硬纸包装真得下定了，不然生产进度会受影响的。这点小事没人做了吗？该下单下单，该走流程走流程，该找谁找谁，别烦我。好，我再去催一下。小姐，哎，正下班了啊？嗯，正好路过这边，看有两项呢。我带儿子在这玩呢，真可爱。我一直觉得呀，您儿子长得特别像您。我觉得他像他爸爸更多一点。妈妈，我想喝水。好，嗯，替你拿点。你看谁来了？快叫人！姐姐好。嘴这么甜、啊，
那姐送你个礼物好不好？哎，小孩你不用送他礼物。是。嗯，哇，八十光年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真的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动画片。我想要八十光年也玩火凤琪。那你谢谢姐姐。我想要八十光年也玩海洋球，姐姐念了念了。我能陪他玩一会儿吗？啊，当然。慢点，你先进去，姐姐换鞋啊。就来做这个。